希望你平安，唔忧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我婆子。阮是人口的女王子，生做是古锥古淡薄啊爽。你个主持人敢无？听目睭听，希望你平安，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我婆山。阮是人口的女皇子，生做是古锥古淡薄啊爽。希望你平安，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我婆子。我扮江南 star。呀！大力，安娜，老师啊，啥物？个江西武林好赢啦！哎呦，双星报喜，那老婆什么第一个呀？张哥有双星报喜哈！哦，拜了啦，拜了，拜了，张礼拜对不？今礼拜一咯，那张礼拜我做在老婆山了，拢出门去佚佗，拢唔知影讲咯。对啦。在那里好戏中何来呀、啊？看来来，越来越别啊！哒啦啦啦，顶礼拜六啊，呵呵，这咱那个拜六，嗯，二三三二啊，嗯哼，赞，咱咱恭喜一拜，你那里搁再多来恭喜。为了阿婆三公又无看到，哎呦，那好看到啊，还在家哦，哎呀，哎，这个时阵哦，这个时阵就变明白，明白，对。达到来，嗯，好、哦，免急啊哈，就能够往过年，过年前有三羊开泰，卯事事如意，每一年过年拢有哦。这款的双星报喜算本身呢，算饭前的小菜菜。哎、啦，这是像个食饭进前的食小菜安尼感觉呢。有啦，今麦来够有中餐，哦，还够有主食，哎，主食哈，主食哈，食了还够有甜汤，我赞的呢。哎啦，哎啦，看咱的节目安尼看个真正哦，安尼变好野起来了，真正安尼。啊，看这部看个健康起来呀，好呀，看这部看个安尼。心实起来，安尼啦。哎，心实。嗯哼，高赞位对吧？对了，心实。哎啦，真心实。真欢喜。哎呐，哎，谢谢啦哈。哎啦，哎啦。
感恩啦、啊，感恩哈。林光哥，哎，咱佛堂即卖哦开放时间是伫呢每一礼拜六礼拜，拜六礼拜。所以呢，咱拜一到拜五是无开放诶。啊对。所以呢，咱个爱将咱佛堂哦，哈，一草一木一阿哥呢，所有精神呢，爱伫咱节目当中，跟咱老婆生呢分享一下。啊，并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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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咱赶紧来来看嘛，哎哟，等我等。好，要看这张。这张，这张是卡兹拉。卡兹拉，是哦。卡兹拉，伊个国语叫做九重格。啊，九重格，是哦。啊，伊个金哦，足奇怪哦。伊这金盘了，蛮盘，一切都是哦，早拢是被挤压啦。好。伊个咧种个石头啊，石头啊，地灵呐。嗯。啊，伊个有个石头啊，盖多完一姊妹鬼的硬拗鬼安尼。这瞧一个人啊，你有无？天啦，一只狗啦。一只狗吗？一只狗安尼无？靠，安尼安尼。啊，你有听无？有啦，先搞啊！你都是都是你呢？这家啊，嗨啦！那个个色鬼啊，个色鬼啦！哦，有个多呀，色鬼啊，你啦吼！有啦，哦好不不，这只鸡卡，嗯，啊只鸡卡，嗯，只头，对，啊两只手啊，你啊，掉你掉刚刚刚的我，哎呀，头啊你我，我先个掉嘞，这两个看家，不是看家啦！好好好，天哪！哎啦，你们还进入先搞啊！哈，一只搞啊呢！哈，那星星，那个，像星星啊嘞！哈，好，好，好，未歹啦！未歹，比咱不等价啊！搁有哦，搁有，这个多个是个多一张嘛！哈，啊，即马这张嘞，哈，那因中央家有无？哈，这竟然像枯木咁款嘞！伊这烂呀啦！啊，真正烂的呀！哎，这烂起的啦！啊，烂起是安怎要搁活起来？啊，伊边啊只皮啊搁甜，先边边啊皮搁甜。所以伊到底是会活未活哈？伊活呀！伊活，但是伊内内底遐烂呀！哎呐，啊这像这啦，要好伊会搁活久，嗯，就是爱甲换土。换土啊！哎，这土爱甲换掉。哦吼！哎，伊个土已经生硬啊！好是啊，伊盆栽内底生硬呀！哎呀，啊有你有咧啃肥料嘛？对，啊！你看不要，伊迄到落尾，迄块土了生，因、不必讲咱哩土卡，咱哩好热了，伊就沉落啊。啊，伊拢永远伫遐，所以用盆栽种的水果上好卖价就是安尼、哦。是安尼，因为伊土种是生的呀、啊。生的呀、啊。啊，你若讲种哩土卡哩呢，就无要紧啦。好，土卡有咧晒个对哇。因为咱种土卡哩，伊落雨嘛，嗯、啊落雨伊会沉落，那一生的沉去土底里，过滤落去嘛。嗯哦啊，你看看，那有诶一寡土，伊嘛是有那污染，就是安尼。好好。伊哈啊，伊这里这不是讲污染，这即卖生伊肥拢伫遐嘛。哦，是肥诶。哎呀，到落尾伊土会变酸。哎呦，原来如此哈、哦。是哦。啊，佮建议那个学着一项啊。啊，盆栽的食物。嘛是人一个先来搞我教的啊。好好。盆栽内底啊，哎，果实咱上盖好慢结啊。哎啦，咱要种果子，咱卖甲种伫盆栽内面。嗯。咱种土卡恁迄个果子较好食，啊那哩，你盆栽内面的上好是卖。好，尤其是那个落雨的时阵，都无就拢直接透无出来呀。啊，对了对了。哎呦。是来一箱。一箱。啊，一箱一箱。啊，跟咱老婆生来分享。对对对。OK。好，好，好。啊，稍等你吼。咱来卡来关心阮家老婆，因为阮家老婆在即种会惊寒，惊寒。咱你的冬过两公啊，会改冷哦。马仔开始啦，就开始。啊，咱你的那天气冷落来吼，嗯、如果你那个有迄个冰箱时，有迄头壳病，还是咱讲头风的啦吼，头壳戆，乌暗型的啦，边边疼，头壳中心疼，疼到对后大哭的这，即马会阁愈严重。啊！你唔好一直啉食止疼，还是啉感冒药水，迄拢唔是办法。你袂长筋？迄因为迄止的尔啦，迄放屁人高兴尔啦。嗯。那无啥咯，咱都要挂筋甲念开。对。除了你袂讲袂听以外，人个好看，头毛个会长乌，咱头毛会乌心心啦，啊，皮肤会好看。嗯。那介奇怪，这个方法哦，要讲开对咱老婆生听。真帮助真大啦！啊，佮唔惊寒，啊，佮袂惊寒，啊，佮袂安尼搞啰嗦搞话呗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算咱人的地基个对哇。尤其是查某人，那是这个方法，那查某人切对切十五十五。啊，那查甫人啊，不多袂佮袂更加疼。啊，那查甫人用这个方法嘞？啊，查甫人用这个方法，咱讲查甫人伊，咱讲三滴一花一滴精啊。嗯。哦啊，这查甫人的精髓有八九。八九伊唔得人听话，好好啊！你无咧颈椎高亢啊！你当然你得
迄裤缠的大爷，你是咩？哦，对不？等下安尼。人看起个嘻嘻呀。啊，对，你也穿安尼，哟。吼，真正在棒个呢，点单的呢。赞了，来，来，超级接唱舞，你只听出来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左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左边，左边，再来一次。王慧灿，饿了鬼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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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去，一二三四，一二。三四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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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四相去一二三四再一次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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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去一二三四输你们投出去噗赞哎真正有耶、哦、我今天哦要来讲一件的 news， 哪个 news？ 哎，这个 news 未歹 news， 未歹吗？来讲、哦、来分享看嘛呀。看你发这，会给我擦辛苦啊。倒一个倒来擦个辛苦啊。三爱情侣内面这边啦，无嘿，哎，你我辛苦我擦尿尿尿，真袂错安尼安尼，安尼就袂去擦着我的辛苦。我这还有些要色皮呀。哦，我改敏感的人。我非常敏感、啊哦。你没用国语讲我，跟老师。稍微电风扇吹过去，我就感觉到了。那叫什么？你敢怎样？那叫什么化什么症啊？化风症啊，风化症啊。好啦好啦，我来讲哦。啊，化文症啦、啊。我来讲阿花啦。阿花安怎啦？阿花哦，生得足水。嗯。优秀。嗯。内婆，卡成淡落落，啊，不是，哦，卡成倒毒，惊到那个心的心的心的，对，短短的哦，啊，伊咧心吼，伊不是心安的呢，啊，无意思，伊咧心安的，老师你很看个样，你心脏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，有一天吼，心情真歹，太歹啦。对啊，爱就去管那个，去管那个那个寺院去找那个神父啦。老师，神父不是伫寺院的啦，教堂啊。哦，教堂啊。要也阿门的啦。哦，阿弥陀佛。那是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那是阿弥陀佛。拢南南无做伙啦。伊即马去新屋也过界啦，好去教，好教堂。新屋看到阿花哦，啊那白泡泡又咪咪，好咯，身材也好，哦，身材又水格咧咧，新屋嘛安尼想，我个真水安尼吼，哎，新屋就动歪脑筋咧，啊，即马咧，迄个新屋就讲啊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有嘛？新屋啊，我有罪啦，啊，你何罪之有啊？我吼。李安娜，我的胸坎叫我的男朋友把我锁落去啊！哎呦，啊，新妇就讲，这爱哥较深入了解吼。哦啊，你安尼讲我听无啥有，新妇笑了出来，伊是安尼跟你锁，还是安尼跟你锁，还是双手跟你锁？哦，一个打阿花呢，你瞧看你瞧。吓啦吓啦，你别打阿花锁了，阿花啦，啊！啊！就讲，系啦系啦，就是安尼搞我傻。哎呦，这嘴哟！这你对号哦。咩
安怎会辛苦啊？啊，啊你我要安怎啦？那你有忏悔，你爱忏悔啊？我来爱忏悔哈。有忏悔得了，稍等下较用净水洗洗得了。哦，安尼可无做呀？要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但是媳妇啊，我男朋友哦，一个狗啊。啊那。蒙蒙啦，蒙哦，啊蒙对，蒙去啊，阿姨安怎蒙？啊是安尼，这个好嘞，啊我，对啦对啦，是我是安尼啦，媳妇就甲蒙落呀，啊蒙你。哎呦，进来！哎呦，这嘴哟，这嘴你得好哦，去往那个净水净净的得啊。哦，安尼我可无做呀，呀。啊，好加载。哎，伊就净净的讲，新妇啊，佮有一件代志，唔知通讲无？冇紧，你讲无？你讲无要紧啊？有个男朋友，有一只鸟啊，哎，只鸟啊，搞啃你啊！啊！您男朋友，我男朋友，饲只鸟啊，爱只鸟啊，跟你坑你呀吼！哦，是，我爱个深入了解者。哦，是安怎坑啊？来，你靠开去，心就较坑落来。啊，哥哥嘞！爱只鸟啊，不然怎伊讲？啊，弄出弄去吧。起来！哎呦，这嘴！哎呦，这嘴的！阿姨讲，要要整最机好好的，别吵闹的。哎呀，啊你个无做呀，你辛苦。啊你都无做呀。啊我那规身躯拢无做呀。哎呀，好，我辛苦讲，阿姨讲好，做辛苦够有这个福利，未歹。忙啊忙，迄落个迄落个呀。啊，迄落辛苦。啊，最后够有一件代志。你够有做啊？嘿啦，我爱够改一个。哎呦，好做之物，你讲无要紧。因为吼，我伫大陆。啊！去染到梅毒回来，你开心挂袂好，你个个，哎呦，这嘴呀！你都会好吼，这个阿花伊是着梅毒，啊，去拄着个小弟哥的媳妇，啊，媳妇有那都畏着啊，啊，真啊，安尼好啦，对，教训一下嘛，好啦，你嘛好啦，好啦。啊！迄个头拄只咧关心老婆生的这个，他较讲，他较听伊，啊！这拢胃欠回来啦。啊！即卖现代人食，这样你好个会欠回吗？老婆生，你听我讲哈，介些人就讲啊，我食真好呢，营养拢有够呢。嗯，我那会欠回。对啊，我三顿正好食，搁在食宵夜咧。我讲听吼，咱这组机械吼，这和你食好食歹无关系啦。你即马问题是年岁有啊，啊，咱即组机还已经退化，用久啊。我有原料入来，但是无一定制作会出来。哦，你做未够，会互你用，就是无够通用啦。啊，所以你少年的时阵，敢食一罐泡面来天去做伙啊？嗯，即马问题咱食老啊，咱机还歹啊，无多做伙，你搁食较好嘛无用，还是食一个饱尔。所以，就是因为无够岁，啊，人拢一直操劳落去。啊，头毛开始长白，你无感觉你一年，伊迄个头毛愈来愈白，啊，身体愈来愈歹，啊，体力愈来愈无，啊，毛白愈来愈侪，啊，愈来愈操劳，对不对？啊，愈来愈看医生，愈来愈侪，油较愈侪。就是因为咱这组织还退化嘞。那么，那无教会就引起足侪问题啊嘛，对不对？稍等下，我甲恁讲，会那无教会有甚款的镜头？嗯，那无啥，你忙动作，你真侪你也无代志。咱大家人拢总会欠费，因为咱年岁有啊，咱不必少费。你甲看介济老婆生啊，有当时啊，那咧艰苦病痛哦，需要开刀的时阵，医生拢唔敢开，就是你无够费，你无多做费啊。啊，所以你该去买回来做。啊，你吓啊，你身体未康得啊，所以爱去买回啊。嗯、哦，对，这就是无去当着，咱你都唔知你已经有欠费。而且系毛病太济。啊，啊你那。有咧平常时也要照顾，哎，有方法。咱咧不但袂欠血，人也袂感冒，啊，头毛也袂叫长白，爱乌心心，皮肤会水，人精神体力有，查甫人对不对？笑着，都是安尼尔嘛，啊，无啥啦，啊，佫袂惊寒。所以，血是人的性命。当然是安尼啊，先大家关心啦，超级功夫。
如意，他跳进了火鸟宫。啊！我跳，我跳，啊跳，跳，跳，呜！来来，鼻孔竖开，竖到丹田金开，嘴合合，爱提竿尻川捏捏。好好，我就讲，诶、欸，正平一连，正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头前一个，后边一个，较好伊。二就是两年，三年三年，一口气五年也无要紧啊。好好，我就讲一遍，诶、欸，一日。我两个，姐姐，我两个，姐姐，呼，赞！啊，真好，超级笑话啊！你讲笑话，哎，讲较正经的哟，哦，还有正面能量哎。我来讲那个。石头芝麻的故事给您听。石头芝麻有什么故事？石头芝麻吼，伊无安呐，啊有一竿呐，伊离海墘啊吼，去捡到一个新钉，你知吗？新钉哦，嘿啦，啊你挂一个甲拍开哦，内面走一个精灵出来哦。哎，传说中的对啦，精灵呐。精灵，系啊系啊系啊，真正可以登掉啊！系啊，哎呀，好好好好，伊就讲啊，好好好好好好，伊讲，甲迄个石头妈讲，你哦叫我出来哦，我哦答应你三个条件，我会当实现我的愿望哦。啊对对对，哎呦，这样你要好滴。石头芝麻是讲，好，第一个条件，我就是要青春，我要有钱。哦，这钱更重要诶！哦，我要有钱啦！对对对，好。好、哦，这小叔骗一个哦，规间内面拢钱，全部拢钱啊！对哦。哎呦，真正新鲜个。啊，第二个条件，第二个条件，你我要青春少年。哦。哦，迄无问题，呀噗！哎，变作一变个作少年的对啦。哦。安尼啊，伊讲我身材介好啊。啊，我少年啊，阿无。啊，无男朋友，受录用，对无？伊家讲，你甲我饲的迄只军粮狗哦，甲伊变作一个大帅哥。哎呦，体格就是体格。啊对啊对啊，伊讲好无问题呀，噗！啊，这叫我们变大帅哥。迄只军粮狗真正变大帅哥啊！变一个大帅哥安尼啦。哎呦，今麦暗时在困哦，啊，一个石头姆妈就提你个。大帅哥的肩胛头啊，趴个要困哦。你只军粮狗变嘞。嘿啦，迄个军粮狗伊就变大帅哥啊。嗯。这个大帅哥就甲阿石头妈讲啊，你即阵敢有该后悔？后悔啥？我啊是要后悔啥？哎呀，我有你，我个满足啦。啊，我真啊钱啊有啊。有啊，我人个变少年啊。啊，你这个大帅哥。啊，你也变大帅哥啊。啊，我个有啥物人个后悔？系啊。你敢未后悔？前十年前，你把我淹起来啊！我靠呀，才袂当淹啊！我靠呀！到收了淹，还是淹起来啊？干你啊！真正我正经的，我袂讲一开正经的，袂讲石头伯跟石头姆妈，拢八十岁的阿公阿妈，八十岁啊，恁两个人距离无外好啦。啊，有一天我迄个石头姆妈嘛个家石头伯啊讲，哎，哪位啊？你我就想要食冰淇淋的啦，要食冰淇淋啦。你瑞老卡搞我买冰淇淋啊？哦，冰淇淋嘿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买冰淇淋的时候，你搁搞我加一粒草莓啊，你啦。草莓啊，好，啊，就这么瑞瑞老，妈咪阿囝呢，一个胖一碗洋粗面起来啦。吼，迄石头嘛，看这种脸孔嘞！对啊，你这面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加卤卵，你也无甲我加卤卵。我听。那，我搞了几个，我顶不了。那一波那边冰淇淋呢？石头妹来胖卤汤面起来啦！
算老人啊，拢安尼啦。对，好啦好啦，我来讲阿花啦。阿花，阿花少年的时阵哦，伊咧国小毕业，把咧去做囡仔工啊。嗯。做囡仔工，要出门，人伊妈妈来甲交代啊。阿花，你若去做人的工课哦。安那。咱咧善良人，咱都要学较乖。哦。人个头家拢好野人。哦。啊，你也靠礼貌诶。哦好好。啥物代志拢爱互头家先。哦。啊，咱忙安尼。做新罗，唔茫安尼罗。我袂使新个。有。即马哦，迄工日啊，工课做了对无吼？要食中昼啊，要食中昼，头家娘就讲哦，迄个阿花阿花，头家娘啊，你先去食安尼啦。哦，伊讲头家娘，阮妈妈有交代啦，讲吼爱头家娘恁先食。我做工人的，我袂使这个爱恁先食。加高赞，嘿，有加高，有加高。即马哦，到阿妈在咧休困啊，吼，啊即马迄个头家就讲阿花，是先去休困安尼啦。阿花讲无啦，我妈妈有交代哦。交代呐。讲哦，头家甲头家娘爱先困，你若无先困，我袂使困。袂歹呢，哎，真正。嗯，请这查某囡仔袂歹。真正有家教诶。即马过灯光透早哦，因为阿花可能做了较忝，煞爬袂起来。哦，迄查某囡仔啦。有啦，啊爬袂起来要开店啊，啊结果无看人啊，头家足生气，走去甲。阿花，啊你是困死啊你啦，啊你啦，又要叫起床啊。阿花讲，头家，我妈妈讲头家若无先死，我袂使死啦。这样，阿兰这样点一首歌曲哦，司机大哥。我每天驶一台高速公路的大卡车，好亲像流一汗的为前途爱打拼，无钱头命啊，提钱着我，目睭。头风落雨也着惊，谁人了解我？对高雄经过台南，嘉义分林到彰化，过台中苗栗新竹屯到台北。我每暗驶着卡车，飘浪过生活，我每天通无停，人生中的温泉伴。车前停，梦不光山，寒道路花好正。走过了山洞，越过海关，西餐好比山岭。想着阮厝内面的某仔。夜夜等待我，
入庄口弯弯弯弯，坎坎坷坷路歹行，原台一半山过岭，路面又高崎。我每暗驶着卡车，暗啦啊啊啊，飘浪过生活。我每天驶一台高速公路的大卡车，好亲像流水汗的为前途爱打拼，抱一口平安，提起着我，目睭爱向前看。惊头风落雨，惊着惊，谁人了解我？对高雄经过台南，家己分林到彰化，过台中苗栗新竹桃园到台北。我每暗驶着卡车，飘浪过生活。司机大哥呢？哈，那个一开车人拢爱有精神。古早人讲的开车吼，红衫穿一半，哦，太危险嘛。意思就讲足危险。啊，开车来度孤，佫愈危险。哦，迄个危险嘛。所以咱啊有开车人哦，若咧度孤，咱就歇，咱咧休息站啊，落去歇一下，哦，啊起来面洗洗咧，安尼，较搁起行咧，一歇一下十分十五分哦，就差介济啊。当然咯。哦啊，但是咱唔好明个多强开啦，啊，咱讲熟悉就是安尼。有真济人哦，开车拢会度孤，卖讲开长途。敢那开短途的就多久啊？因为什么会安尼？为什么？因为伊就是暗时困无饱。哦。暗时啦。啊，过工无多。暗时困无饱，啊困无饱，伊过长工伊就无精神。体力个无精神个歹。啊，这困无饱，咱亲像那无教会人，有奈困无饱。嗯。咱有诶少年人现在无教会，有诶人因为人讲食伊食饱都爱菜夹。拄拄好。啊，物件拢爱有拄啊好，安尼才有法度。啊，有诶，毋是诶，有诶，拢要食肉，无爱食素菜啊。啊，有诶要食素，伊无爱食草啊。啊，所以到落尾，伊要做伙嘛有困难。营养失调呀。啊，就是变安尼去嘛。啊，那讲到即个欠费吼，来引起到即个头壳痛、头壳疼诶问题足侪啦吼。你真若在时啊吼，去洗耳房诶门口去甲徛一下，你注意甲看。嗯。迄老人哦，拢一个过一个，拢爱烧节目。咸呐！哎，你要买感冒药水啊？啊，要啊，拢那有诶，拢灌一担，啊，有诶灌半担六罐，搁有规箱诶咧。哦，啊，有廿规箱诶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就是伊那都人咧工咧闲咧艰苦，啊，就迄罐啊载落，哎，就舒服啊哩。但是迄一半摆也无要紧啊，那无啥，唔好长期食诶。哎呀，那食长期卖掉。即阵咧西药剂遐人就是安尼。拢过量去啊！哎，都也无烟，也无酒，也无槟榔，生活介正常。就干那，因为头壳病，啊来啉一个啊感冒药水，但啊一工啉一罐两罐安尼，啊无就食止疼安尼尔，免两年三年，就咧西药剂啊。感冒药水是感冒才会当啉啊，你啥一过来啉一丝丝啊尔。所以吼，咱爱用对的观念甲方法。头壳病，安尼你的头壳病才会好，才会长筋。啊，那无啥讲熟悉的安尼，讲到这個，我是刚要来讲到离咱高雄有一位老婆山吼。七十几岁啊！伊讲，伊跟我讲个讲哦，我哦，早当时哦，离阮家啦，一月日才跋倒二十摆。一天一月日啊！一月日啊，跋倒才二十摆，阿捌卡甲脑震荡大医院啊！为什么？伊都头壳晕啊！哦，爱乌暗晕啊！熊熊拍！伊讲啊，当咧严重讲倒里面床，规间厝拢安尼洗啊！
哦，啊那那那一个坐啦坐也袂调啦。啊，即卖伫客厅哦，总不能倒面床倒几工啊，伊若客来客厅，也是要便所哦，就便宜啊呢啦。所以因咧囝拢为个房间开始订手锁，订到客厅，订到便所，计做花边纸尾，然后行到地啊，先花到地安尼。伊讲个足痛苦诶，安尼啦。那么有一天伊就是拄咧看节目，听我咧讲着。这个头壳会戆，头壳会晕，头壳会听会丢丢断，这个问题哦，伊专卡电话给我，啊，卡电话我就有那多有时间位啊过，我无专工过啦，我时间位啊过我过，要讲开哦，实在哎呀，解无好气啊。是安那？伊有生两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，啊，两个后生拢娶，拢做工程师啦，拢虽然伫外口买厝啊啦。这个早镜大学毕业了，伊就无个嫁人啊，伊要顾妈妈。即马这个早镜知影，知影伊妈妈卡电话给我，啊，因为早镜唔捌我，是讲啊妈妈唔知到尾学袂变啥安尼啦。我卡电话两个兄哥，因两个兄哥拢转来，转来伊家妈妈讲妈妈，你人咧艰苦，你就甲我讲，我就载你来互看，你唔好学袂变啦，安尼啦。啊，那都反正都大家都准备好啊。有一天，伊真啊站袂住啊，伊拢敲电话给我，伊讲吼，莫让阮祖囝知啦，哦，啊你来啦，安尼啦，安尼我过了后，伊就硬搞拜托我本地唔过啊，硬拜托啊我尾也过，经过他正月日啦，因祖囝知影，因祖囝知影，佮敲电话两个兄哥，因两个兄哥佮转来。讲妈妈，我不是跟你讲啊，你都人，你讲过你讲讲，我就载你来我看，安尼啦。伊妈妈就甲这两个囝讲，恁吼这三个囡仔拢介友好，做妈妈我知影啦。我若三更半暝啊，是人咧艰苦，看恁都甲我知呀。问题艰苦人是我，唔是恁啊。你唔知道我的痛苦里底啦。戆钱。我戆到坐袂住，戆到规间厝安胖。戆肝吐，连钱袋拢吐落出来，迄种的痛苦，恁无多去感受啦。搁话讲者倒转来啦，即正个月来，你感觉有听到我咧戆，感觉有听到我咧听，你感觉有听到我的电话讲叫恁来过来甲我载，我无呢，就是因为有张辉，恁共款对的这张辉哦，伊用伊观念方法给我，我真加足快活的。有改善啊！他讲未戆啊，未晕啊，人体那个有啊，精神够好。你看无本地一个面像迄个人，起码有笑容啊，佮未跋倒。哦，两个囝是讲有，有影呢。正要讲啊，十多年来哦，这个妈妈唔捌讲超过一礼拜无卡电话，一进早一月你拢无卡电话啊。啊，你嘛较放心。对啦，落尾手啊，经过了解哦，因个囝甲祖囝专载这个老婆山。来拜拜，来谢谢老师，来跟我约时间，啊，跟我回信的讲啊，早东西都唔捌哩，啊，所以跟我回信的，那讲真正哦，无教会引起足侪问题啊。譬如咧，我阿面以外，倒向向哦，嘿，咱那个心中怕无会哦，心中会惊伊，心中会惊伊，啊，就像莫打加无水同款，会无教心中会惊伊哦。啊，增加个流窜，增加无会流窜。哦，像你看老少年人袂安呐，对，种老大人的增加较会变安，表示无健康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一礼拜就差不多二十天啊，个慢慢渐渐改善过来呀。过来有会落头毛，头毛足够落个。哦，无够血，你会落头毛。所以做者老人拢剃着头、哦。对啊，啊人较容易忝。这个对注意啊。剃会变粗，你会愈吃愈重咸。身体个歹呀。啊，咱慢性病会愈来愈严重，药也吃袂惊。所以愈吃愈侪了。啊，记住要神经会错乱。出去更唔知影路要倒来，有诶，咱小哥有放假，讲我敢若看到鬼咧。迄毋是卡着咯，迄毋是啦，是因为欠血，诶，欠血引起诶。嗯，啊，佫大小便失禁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所以做侪老人倒连无床垫，必须爱下药足啊。对啦，欠血人介侪像腰子无好诶。佮欠啊。啊，是真诶，洗腰子洗到尾下面乌噜噜啊。绝对欠血。即咱掌握一个观念方法，到医病就好看。嗯，个。哦，啊，伊人就较袂安搞啰嗦啊。根本做。所以啊，洗腰子诶人哦。真难做红线，咱长花啦。做青啊，咱尤其是食素的人。啊，你有手术过吗？哦，食素的人，咱初下无食素的，所以人讲食菜面，就是讲伊面色无好看。过来就是咱糖尿病的人，
甲大口鼻到落尾就散落。而且还解忝。啊，是即阵拢有慢性病，长期拢爱食西药，歹势你做伙一定会有困难。所以你人的身体愈来愈无好，愈来愈虚。生产了后的查某人为什么做月来？因为你严重的欠血，所以你爱做月来。一月你补袂够，哦，所以介济查某人生囝了拢会带头风。过来上了年纪的老菩萨，咱人啊是要一灯会修，就是血一定爱补有够。你啊看哪些人啊，头毛吹秋白哦，啊，食要几百回，身体用健健。伊有啥物毛病无？我毋知，伊绝对无欠袂照我多。血是人个性命。所以老菩萨，咱大家做伙来讲讲，血补好够，好咱大家袂戆、袂听、袂乌暗型，好唔好？好。袂当贪摸啊，贪摸有乌心型，查甫人。好好。古早人讲个三滴血一滴精，血无够，精水生袂出來，精水袂出來，袂巴滴，啥物拢起了了。人个继续老诶。好唔好？南庙的少年暗时过会好困，好冇？好，来，母娘慈悲感保庇，身体健康吃百年啊！这回来好会有教。再干一杯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。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升温。我国自12月1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。第一，如果您需要入境我国或自我国转机，请准备登机前三日内的 COVID-19 核酸检验报告，入境后也请配合居家检疫。第二，出入八大类场所，请您务必佩戴口罩，不仅预防武汉肺炎，也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。第三，请各医疗院所提高警觉，加强疑似个案通报裁检。感谢所有防疫人员持续坚守岗位，也请您与我们一起努力，共同守护彼此的健康。来哦，来啊来！嗯，做一老婆仔讲，紧嘞紧嘞紧嘞，这两天开始要冷落来啊！对，袂使无紧嘞紧嘞，哦，保安所进来，咱哦有即罐保安所哦，咱即马暗时啊咧困，袜啊都免穿骨露香啊。暗暝陪你就较会收啊啦，来老婆仔，暗时就好困啊啦，非安动的哈，保安所啊，嘿啦，咱体力的来源。啊，老大人老即款保安所吼，咱人靠体力啦，嘛较袂搞啰嗦，啊嘛看得较少年开。哟，一罐一千块，食一个月要。买两罐送两罐，两个月花。哦，买两罐送两罐。我家老婆生活无好啊，甲顾咧袂使。恁的健康老师帮你出一半，你买两罐，老师送你两罐。迄个即阵也泡开啦。锁定哦。哦，来。哇。即罐咱的日本的大品牌哈。洗面乳。洗面乳即送互你一送一组送一条啦。做好势。互你洗面洗完老古锥啊，老古锥啊，你啊。好势好拖。来，20组得啊。锁定电话套通啊。泡开，即罐更加。老师，加送你一罐。安尼啊，哦，五罐2000块，安个开2000呢？一天喝到倒才10多块钱，10块钱左右啦。二，那边一杯两个较俗啊。啊，个会健康。啊，人个快活。对。哦，迄种拢谈人轻松，拢谈的。对。早老大人若买灯会收哦，即组得爱早暗一粒嘛。保安所。早暗一粒都唔免坐啊。好。咱会记一落啊，那是老大人啊，是身体较无好个，有哪会早暗一粒？哎，三顿食较少的，拢爱早暗一粒毛啊！人的地基。来啊，赶紧电话泡通。身体健康。0800-012-589的电话啊。进二十位就优待。20位啦，加送一罐啦。好。哦，二十位加送一罐啦。第21位就无一罐啦。无啦，啊，咱剩一罐两罐的爱叫开哦啊。咱今日一工尔。哟，一工尔哦哈。一工的会鸟。来，我挂接电话啊。哪里有？嘿。咱到位。咱到到。方圆，方圆哦，这组恁遐概念哦，啊，恁遐概念啊，这组多好来，一双，这组咱嘛暗时啊，较唔惊寒。来你好，来你好，我张国仪，来一双，一双，谢谢啊。喂，来你好，喂，嗨，来三双，三双。我电话老师打不通。你好，嗯，你跟我溜到楼下吗？来四双，来你好，方老师讲，大家好。来对吧？来多少人试试？啊！你叫咱三顿来吃少，还是乌白正的人来关爽爱关灯啊？好，哎呦哎呦，老菩萨喽！嗯，平平，你注意下看哦，你有在吃这组？吃保安所。你的厝边隔壁含你同款，你的年岁人，对，无在吃这组，无在吃保安所，
这一组吃完哦，恁的身体就随避了。当然哦，咱的愈来愈健康，愈来愈少年。那么继续去看，那就好啰嗦。嗨，我一组，那一双谢谢。一组给咱吃钙固啊，替咱来来玩。来你好，张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要一组。三双没应该不，谢谢啊。来你好。你那个卖补血丸吗？好，来四双，谢谢。讲的是咱们那个气泡，没得讲的器官，咱直接讲补红素。来，你个。哎，你个，台中这北。台中个北区人，一双保龄给你补的。哎，赞！北区人要吃这组，真正赞。赞的啦。对，体内的来源。老兄弟。嗯。相信咱张辉啦。对。你知影，咱张辉做代志都唔是咧为着讲要赚两年，你讲到话，我袂晓讲的啦。查甫人这组袂使无啦，你是要拼经济？啊，暗时可以当冲冲冲，真的，啊来，关键哦，今日一讲名，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，三十月一号一讲一粒，来你好，瑞，嗨你好，你好，来一双来试试，哎好的，喂你好，喂，喂你好，来咱到位，我。来你说，你说，阿伯，咱这位女上阁有需要啊？规工硬戆硬戆，马西马西，暗时阁真歹困。人阁未精彩。啊，你会记着啊？嗯，这组哈。保安所。哟，啊对对对。安那？那你人啦，歹困的啦吼，歹困的啦。嗯。落去你甲问小姐哈。好。啊，小姐甲做登记，安尼知影吼，知我意思吼。好。啊，来你啊，喂。喂。哎，你好。我叮当。来。沙山谢谢。恭喜你，光天都穿上了。来，你好。我。来，细山，细山。恭喜心态路迈路遥。喂。嗨。我饿了。来，一双饿了了，谢谢。三顿吃少的人嘛需要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。我要一组保养霜。一双保养给你保养，谢谢。这个我等下少年在做工会，你个管一管那好吃。这若有在吃吼。好。你开车。啊，较袂独孤啦，啊，过来，工课咧做啊，较袂忝啦。体力继续有讲话。来，你好啊。你好。你好。我要保安所。来，三双保养给你保保，谢谢。那个食饭饱，食一粒，安尼就好啊。对啦，都你个早暗啦。早暗一粒倒来啦。食饭饱吃。是啦，你有。哦，我三夹。三夹啊，来一双保养给你保保。赶紧啊，赶紧来，你有。喂。喂。谁啊？咱在里头。喂，来高山高山，小姐，我们要三分钟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！咱来老大人哦，暗时咧困，你即马呐有即组来，今年的寒天你就较免烦恼。哟，啊无你着棉被啊盖袂少，啊无遐穿咩骨头箱。啊问题介济。嘿，啊个身体阁无爽快，身体阁袂健康，有即组你着免烦恼啊。啊，阁袂运动运动。今年寒人你着盖好过日啦。对。那无啥咯。你得免搁你啊行个行个哦，拢免免，哦，一组一只哦，保安所，他脱了脱我咧困到我，这样样，啊你个，台中西区，西区啦吼，来一双保龄给你保平啊，十波你要食这组真正给你称赞而乐诶，不啦，咱的物件啦有只诶，那个。嘿，那个叫有诶啊！咱恁的物件啦，为唔只系巴迪，只系冲冲冲！哎，巴迪咱唔得笑笑掉有咯。有啊！啊，你以为有啊？你无靠补充，你要靠家己搞阿多。早人嘛爱食哦。哦，这无咧分查甫查某呀。年纪愈细愈需要。真正诶。替咱来来源。走，老大人啊，要冻诶，顾得来即种啦。保安所。老夫仔。嗯。进全国看会到诶，对不对？老大人啊，要冻诶，顾就是爱即种。人诶，地基伫遮。所以。我唔知，想讲老婆仔，你存了钱，唔知要创啥？你问导游干咪借钱？咱来存健康，健康较要紧。对。哦，来赶紧啊，搁两分钟头啊！啊，你好。喂。嗨。一组。咱住倒？我住凤山。来一双嘞，谢谢。今仔日买啦，是搁加送你一罐保养霜，搁加送你一罐日本大品牌的洗面乳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足好洗，足好涂，洗完佫咕噜咕噜咕噜。早唔一粒倒。嗯。哦，老婆仔了。早唔一粒得，啊！你着食饭饱了，随家食。对。啊，这食了，这着食差不多五天一礼拜过哦。嗯。你着讲张辉，哦。莫怪。这啊，较早食的，搁愈赞。有啦，呵呵。啊，翁阿婆有这组感情嘛，较好啦。暗时啊，拢在咧困。哎，真正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。几分钟？几分钟啦？来个无优待呀？来，无啊。今日一讲鸟。有啦有啦。是无会哦，明仔载个无介绍保安所啊哦。有啦。我这个日子呢，嗯，
那你的老婆说，你若唔知咩啦，即你甲书底下敲我手机啊啦。早唔食饭，啊，即款哦，咱做一个神书厝边刀，嗯，亲情五十，啊，是有一挂艰苦人，人啊，等下有迄个需要，咱就送伊食无要紧。看伊健康，就是咱所有福气。你好啦，啊，你好。我昨有叫迄、那个，啊，来，你说我怎么样？你规工营营拢会当查？那无使你较成功诶。规工咧，营营拢会当查货。你唔安天托天托。啊，讲个时间那个，然后咱叫买产品人买。啊，对了对了。好啦，我叫几句你啊。什么贵州？咱咧暗时呐，那咧规工咧英皇英皇暗时歹困的人，这组你早暗时了得免坐啦，不枉手，早暗时了得啊。对，你个金光长枪棍呐，哎啦，偶尔插标呐，对，就有体力的呀。啊，我要来分吹啊啦。啊，老婆，你继续考哦。啊，你继续拍你的。马出了贵州，哎，那玩个无啊？空不空同空一零五八九万的六，哎哎哎，来一双一双，啊，这个妈妈个做需要啊，来一双。啊，那无使继续看电话。六号呀，有。六号的是咱的安定哦，诶，黄小姐啊、哦，点一首歌曲《乱歌》，来邀请恁上江苏老婆仔欣赏哦，《乱歌》。
一个人讲用人不疑，啊，疑人讲不用啊。啊，忠人之，人讲我着忠人之事吼，咱们咱讲属实做代志就是安尼嘛。咱答应人个代志，咱就是爱做甲该好势。嗯。哦。啊，咱人要背骨，食果子爱拜树头。哦，爱知影低温保温啊。哦。滴水之温，用泉以报。哦，人都要安尼做。啊，唔好啊，欺欺骗骗。哦，啊，要讲开，咱啊一个团体，咱对这个主管啊，对头家啊，对咱的顶司啊，咱拢爱较忠心的，人就是安尼嘛，爱实在就好嘛，爱忠心嘛。啊，无你呐，有个人背骨啦，啊，有个人佫想歹步啦，咱讲真正，迄古早的一句话，你讲讲啊，介清楚呢？讲啥？讲啊，奴欺主，你会食无久啦。哦，冇这句话啊。哎，奴就是讲下骹手人啊，奴才就对啦，啊，工人就对啦，哦，下骹手人啊，奴欺主就是讲主人，就是讲头家啦。嗯，奴欺主，你会食无久，吼吼，这较早啊，听我阿妈咧讲哦，真正是。迄个一句话就是咧讲哦，咱一寡这下骹手人，你若要欺骗恁的主人，欺骗你的头家，到落尾你一定失败。因为你基本上你就做人失败了嘛，哦，对，不能欺骗嘛，是啊，所以奴欺主，你讲的有两种啊，对，两种，有种是明欺的，啊，有种是暗欺的，有种明欺的就是哦，就讲公然向这个主人来的权力来挑战啦，不服你的所作所为啦，啊，给你应吹应记啦，啊，批评主人这明欺的啦，哦，做主人的那心胸较大呢。自卑为怀，可能就袂含你这种人来计较啦。哦，伊个检会家己自我检讨，是毋是我真正有亏待你啦？但那是这奴才，伊一拜过一拜，伫咧欺负这个主人就对啦。等这個主人哦，为了要维护伊的权威，难免啦吼，拢有那会来做一适当的一个处理就对啦。太计较。哎啦。啊，那主人哦，伊那要公开，伊那是较凶恶的人啊，对啦。我惊这个下骹手人哦，无死也剩半条命。哎呦，较早哦。哎，啊，什么叫做暗器？够暗器耶！暗器就是讲暗看这个头家，暗看这个主人去进行着你这个违法的行为啦。有个人是迄、那个坚守自盗嘛，吼。啊，食碗来洗碗碗嘛，啊，搁造谣生事嘛，啊，甲伊诽谤重伤啊，搁偷摕主人的财产啊，破坏主人的名誉啦，哦，这个拢暗器的对啦。那么这种的暗器一旦啊，叫主人发现，这个奴才当然都无立足于地嘛。当然。就算做无叫主人发现呐，其他所有的遐的大家这个同伴吼。看你的行为，人家看袂过啦。所以这种的奴才哦，哦，拄到好主人，可能会多过着人的制裁；来拄到歹主人，我看哦，你的下场这唔免讲，你就知啊。啊，所以其实奴欺主，并唔是讲你一定会食无久啦，唔是干你只食无久安尼尔，甚至你去到对都食袂久。因为惯性嘛，啊，因为传出去啊，名声传出去啊，什么人敢请你？唔敢请你啦。所以呢，嘿，这边资讯更加发达。对啊，所以你啊，努力去努力的吃无苦啊。其实也是本身个人的人格嘛。对啦，那人没欺欺骗骗。伊会去注意个欺骗其他的人嘛？当然啦，一吹开就是欺骗啦，就欺骗啦。好啊，嘿，讲白贼话人哦。一嘴开就白出啦，惯性。哎，伊无白出，伊介艰苦过日啦。人讲真正啊，伊若无白出，介讲哎，像迄卡手电的同款啦。啊，你看到迄有路用无路用，唔管你看到无体，你怎样咬呢？啊，就跟你爱去体呢。那是拢安尼。所以哦，咱就爱改，遐无好的行为要改掉。哦，啊，无今仔日就是讲无爱怒气住。哦，无安尼做下卡手人啊。啊啊！食我来要洗碗我啊！个
诶，搁来背骨啊，木。安尼食无久，安尼食未久。较早会做有意思诶，吼、哦。点歌啦，两句话真正搁咧有意思。你错心不莫错这啦，我不骗你啦，我那食未久啊。那么耶啦！我食个久久长长诶，你食未久。七八九，空八八空、啊。七八九，空八八空。咱这屏东个电话啦，嗯。啊，五波头诶朋友，然后要甲咱点歌。头前只麻烦你加一个空白啦，空白七八九零八八啦，七八九零八八零。头前加一个零八，零八。一读到咧讲三句，对三句。我大队，我什么人？我要听什么歌？安尼就简单扼要又明了。阿忙要猜安尼，那不啥咯？连讲个猜介久个啦，看猜两平啊，猜好平，猜顶平，猜下平，无猜猜几个？才会整个这样瞧诶，未使家己瞧哦。来，我要搁烫点啊！哎呦，小是小烫烫啊！哎呦，哎中烫烫，大烫烫！喂喂喂，我爽嘞！哎呦 ，Hello， 嗨，奶奶哦，奶奶哦，奶奶诶，哦，你今仔日阿英今仔跟他无单诶，我点白无单，一人啊，啊一人，谢谢。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哎，阿里哟，喂哟，陈龙姐，美女您好，哟，陈龙姐啊，我点一只迄个飘浪的海沙，好好，拜二好哈，好，感恩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阿里哟，好，张老师你好，我林彩秋，是，哎，帮我点一首刷刷去，三好哈，好，谢谢，感恩，拜拜，一百分，阿里哟，你好，来换人，阿里哟。我平安潘小姐，是大家们吗？我也拜四哈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一百分，来你好。来，你有到店？到店啊，我诶，我拜五号哈。哦，拜拜。喂哦。喂。嗨。你好，我搬个行家啊。哦。我想要点今夜过大节想你。哦，好，我甲你拜六号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张师傅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哎。来，你好。老师你好。喂，大姐哦。嘿。哟。欢迎就好。我来拜七楼哈。好，谢谢。拜拜，拜拜。来，你好。嘿。哟。哎，张辉老师。你好。你好，我英和许太太。哦，许太太。哎。我们。点榕树下，榕树下摆百合哈，几号？百合，百合，好、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喂，有，我新竹，新竹，新竹，哎，新竹，我要听那个可口托海的牧羊人，可口托海的牧羊人，哦，我摆高和哈九号啊，怎么称呼你？贵姓啊？对，贵姓？姓曾。哦，姓什么？想一波，想一波，想一波，我倒掉啊！哎哎，你好，哎，我高雄市余小燕，我点表母乳，母乳啦，拜十分啊！好，谢谢，拜拜拜拜，来来来来，你好。早喝早喝，哎呦！早喝呀，有早喝呢，是咱的庄小姐哦。有庄小姐，我们在大里堆也不讲啊。嘿点一首《一生只爱你一人》。
咱那里真济老婆山吼，你听我咧讲迄个泰国游的代志吼，有真济咱的老兄弟哦，哦，足厉害。哦，查甫人哦。伊马上先问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伊讲你泰国游踏伫心中恁。心包油。心包油嘛。心中的钉。伊就钉夹开啊。五分钟上未到病，质量未歪呢。即马天气寒人到啊哦。佮愈简单。你若无泰国游的人就无要紧啦，若有泰国游的人，你个细字呢，迄害袂掉吼，迄油去落鼓励，迄个心脏是夹开来哦，就生有难难呢哈。所以你呢，大个人啊，无咧运动的人，还是你有迄个血油较悬的人，你拢要注意啊呢。油伤济。油伤济哦。佮你讲问讲，唔爱像迄，你讲肝包油。肝包油不是讲那个贵，那个一丁油甲包的，不是安尼啦。啊，无咧，因为你的泰国油伤济啊，无，贵个拢脱掉的。肝脏的会更。因为骨骨拢脱掉，脱掉的时候肝就顶呀。硬化。啊，肝顶伊就无多排毒，啊，无多排毒伊就破，巴肚就膨起来。腹水。伊叫做高重。哦。啊，你若叫肝顶伊，这人就差不多。差不多。那讲真个。肝硬化。伊就生活就艰苦啦。人讲真个是安尼，伊阁我问一个问题。啥问题？哦，这个问题，你若一般的主持人问着你就倒啦。哦，啥问题？伊若踢你捏无线的所在边喏。哎呦！我讲听，你个捏无线就肿大开啊！哦，真正啦。油伤济。油伤济。反正你规身骨就是有油。哎，即马肿大起来，你就办袂出来。哎呦！啊，即马若太过油咧，太过油啦，甲害掉哦。掉。哎。你无算得会消呢？哎呦，足侪人拢唔知这个原因咯、哦。嗯，其实哦，介侪老人家拢已经有感受到这点嘛。有迄个概念啦、啊。有这段时间，我互伊这个观念放宽哦，伊咧身躯顶个太久咧撒掉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你无算起码变成有那都会消呢。啊，消伊就大降啊呢。因为你原本那个油箱在嘛。啊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安尼，你都也免烦恼，讲你无线大起来去对着你的油管呢，也免讲连讲大家都爱去烤呢，哦，对嘛，你都免烦恼。有泰国油引起耶？泰国油吼，大家拢会啦。那你顶下有油脂吗？咱人吼，随着年岁愈来愈侪，咱的代谢愈来愈歹啦。所以到有一个年岁，你无感觉，咱若到中年，咱的身材都变呢啊。糟践呢啊！哦，查甫拢同款哦。嗯。咱的身材都变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代谢歹嘛。所以你泰国又开始。啊，泰国又开始囤积啊！也囤积的对。你看有的人阿妈骨就变粗啊。粗起来。有的个变双的下颌。双下巴。查甫人肩胛头就高起来啊。高起来。两个就垂落呀。哦。按蝴蝶袖就闹闹啊。蝴蝶袖。有的查某人哦，一巴肚一连、两连、三连，迄落雨内裤压袂淡呢。伊就到这就敢地顶过咧呢，啊，伊就水为外口出去，未到内裤样呢。哦，唔是游泳圈，哦是地过咧哦。哎呀，该食咱呢，啊为卡通头，脱开啊啊啊，卡腿脚腿，卡他做囡仔安尼幼小个，青菜青青菜水，做幼小的啊，结果今嘛一个。变生了，招精灵呀！叫恁按抽打了，就拢抽起来。无抽打嘛是抽起来，年纪大嘛个抽起来呀。啊，今麦重点唔是身材问题，一个有是你身体问题。因为咱的五脏六腑、心肝脾肾内面器官呐，油卡到底，迄个器官就出问题。太过油，他的心脏出问题，他的肝心出问题，肝他的油脂出问题。他的对你的对的出状况啊，油伤济，拢是油。泰国油伤济。今摆我要讲的是吼，那无啥，咱食到一百年回来啊，啊，咱拢无咧谈啊，哦，啊，咱无，咱讲一看白咱，观察本位拢开买到要开买完呢啊，哦，啊，咱这个泰国油，你若无赶紧个下掉，今仔要看一颗，明仔要看一颗，啊，咱要食这，啊，咱要食那，咱要食。你找无偌济性命啦，嘿啦，你一日唔写写百外哩。哦，老师要发人观念，就是为中源头。对，中源头，这个泰国用来下掉。哎，足济病唔免看医生，唔免食药，总家己好。因为你迄病就是泰国有引起耶。啊，好起了，然后轻松起来呢。
就是安尼，咱讲要食百里，唔到我都做会到。欢迎嘛，较紧哦。要食百里，食到175，唔是用嘴讲的，咱家己本身身体爱做改变的呢。啊，要哪改变？太过油下掉。较早少年的时阵无太过油，哦，三更半夜无困嘛，无要紧。即马一暝无困哦，三更半夜滴，太过油伤济啊，无法度啊。代谢歹。代谢歹啊。咱台中哦，台中的五上哦，伊讲因太太最近哦，安尼俄罗斯的对个。安怎讲？逐摆人去买衫裤，就讲啊，拢脏歪鞋，拢脏歪鞋。是安怎讲？伊以前的衫裤，今摆卖穿的伤大呢啊。哦，伤大了，散落来呀。散落来啊。像你较早安尼啦。有我较早。较早用啊哦，不是安尼。也讲较早嘛，五六个月前呢。有啦。你看五六个月前的婴儿呐，鬼子做哪？无，那低帽嘞？这个有升低帽，这无升低帽吗？敢海昂诶，海昂，海昂，你知吗？我知啦，鬼子听下子，真正有影？那有海昂啊？这主要像你便宜的说便说诶嘛。老师，你们讲，你们笑我，你嘛是同款。啊！你个即摆用啊，你啊看即摆用啊，含以前油是拢造出来呀、啊。啊，对不？系啦。哎，就是安尼，太无太过油。太过油，嗯。正常生活哦。对。三顿照食哦。对。啊，正常生活啊，佫袂漏菜哦。上好是三顿，佮当照食美食。啊，啊，你看，啊像安怎个嘛感觉？好，遐正亚洲人呢。哦，较早有哪要讲欢喜欢啦？嗯。佮一张佮愈欢。来。起来，有先咧养家树，今麦安那以前啊，哦，啊今麦较早安尼，啊今麦安尼，对啊对啊，阿木山，太过油，太过油哦，今麦重点就是，身躯顶若无太过油，咱人就健康啊，啊人轻松，快活拢赚的啦，啊你哪一太过油无下掉，我今麦问你，会再看一颗中岛，看一颗马仔，要看一颗，过过看一颗。哎，有诶，介绍人，有人白无时间通食呢。食早未哩，不多重要。安尼都唔对，老婆婿，你是咧老饭店啊？咱着自己爱消，一见面就消掉啊。太过油要消掉。啊，介绍病免看医生，食药就家己好。哎，对嘛，咱根本食只药啊。你若是讲啊，着糖尿病、高血压这种爱食控制，都无话讲诶。啊，其他一寡啥物老人病啦，啥物话无？是我个病，免医生都拢家己好呀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没那个病嘛，结果就是因为咱，因为有太过油，所以咱才有那个问题出来嘛。啊，现在把太过油下掉，下掉咱就像少年，咱就没那个问题了嘛。我们可以好较早正常的时阵啊。当然啦，好唔？啊，搁有哦，咱就会用妈妈跟你讲吼，伊即马脚头真正结足有力的呢。好，即马这个观念方法道理哦，就是吼，好你电击吧，好你电击吧会升起来。对。啊！你的腱子肉卖定，较定较免闹闹软软，较有力。啊，有力你就袂跌倒，走路就袂跌倒，就是安尼。而且佫有静脉曲张哦，这个会慢慢啦。这个无算严重，有诶佫变这较严重，到拢扑顶起来呢。啊，这足上足上足上哦。啊，这咱呐用咱合理的观念方法哦，伊会达到好哦哈。而且伊这足严重诶哟。有，来，无牛猪鼻敢保庇？哦，身体健康吃百年啊。早点来下太过油。烧酒搁再干一杯，COVID-19 疫情爆发超过500天，国外疫情持续蔓延，全球累计超过1.4亿确诊案例。为阻止疫情扩散，全球目标一致。接种疫苗，保护自己及家人。你我都是防疫的一份子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共同为防疫把关。主动防疫，接种疫苗就是现在。来，那个老婆婿，歹势哈，头拄只吼，要上节目之前，我带去仓库甲看，后手剩无甲30组，剩30组，头拄只有人叫无，我唔知剩剩20多组呢。来个无会啊，会安东请假了袂掉，咱台湾的哦，对，三的印加果油来看你啊，来，大家都要吃咱台湾的哦，印加果油啊，三、哦，咱啊保养的早晚一粒多啊。啊，你若是要让你会安尼会避渣，
身体要健康，人要好看的健身，咱就要早晚三粒嘛。我之前早晚三粒，现在不用了。现在一天吃三粒而已。哟，一罐一千。一罐一千，买两罐。两千块。我今天大优待啦。什么优待？送两罐。买两罐，恁的健康老师帮你直播，买两罐送两罐。加送一罐。刷你的电话口通，再加送你一罐。干脆安尼啦吼。安怎？干脆安怎？即阵也泡起来啦。对。一罐哦。日本大品牌哦，洗面乳，洗面乳那个加一罐，好洗好拖啊！安尼，干脆安尼啦，安那，这罐搁啊加落去，等我靠窗个地方。安那啊，哦吼，得啊得啊，我今两三四五六六罐的，哎，印加果油加一罐日本大品牌的洗面乳，全部优待两千块。安尼个开两千块呢啦，那不算。你的健康要对这开始，你相信咱张辉，尤其是咱今麦寒天咱到啊。这组个更加需要老大人的健康，会健康未健康，看这组呢。应加果油，这罐脱会过，脱未过就看这看这组呢。应加果油，老婆仔，曼哥你也猜啊？挂健康，一个决定好到尾就差你这呢。健康，来挂进来你好。台中，台中，捌买过无？有，很好，很好，赞，一刷赞啊！好，谢谢。听见了，看到无？台中啊，赞啊，有啦，很好啦，来你好。喂，哎，你好，咱到位。啊，我在帮。来，你说，无你用个你报的。两位好。来，你好。六杠。六杠啊，吼，来三刷六杠，谢谢啊。我看老师大优待，你敢买两座，买三座拢可以喝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，你好。哎，我要保安所做。你保安所的四刷，保安所啊，谢谢啊。我买无掉，恁今日今日大优待哟，今日最后一天啊，无回啊。应家果油无回啊。后一回个春三加一两两。对啦，啊，咱你嘞，那有咧食应家果油人哦，春一罐两罐来叫开啊啦。因为后一回大行拢起价，包括咧应家果油个恢复罐价，个无个应该这两罐啦。啊，是，来你好啦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咱到位。台南。台南。一刷应家果油嘞，谢谢。谢谢。咱呐后一回唔是起价啦，恢复关价，咱都无正常啊，都存安尼啦。对，因为即卖大行无事，全部拢起价。今仔较好开，咱爱赶紧啊！来你好啊，你好，啊来二三，谢谢。来就拢谈着，来你好，查甫人你爱食。哎，来三刷的呢，来谢谢。来你好，喂，哎，台南，来台南五刷一只果油的谢谢。来你好，一刷跟五刷进来，你好，喂，哎你好，哎。来一刷一刷，谢谢。那起来这等于咱挂你豆节管期。空八空空空一厘，五八九的电话啊。查甫人，你应家伙要挂灯来接，要刷刷查甫人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来三刷三刷，谢谢啊。喂，来你个。哎，来二刷来二刷，谢谢啊，谢谢两刷。那你喂，又叫他谢谢了。小姐，好，来四川四川，谢谢。咱起来主动跟咱带你多接关系。那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嗨，你好。我嘉义，嘉义来高山，无你们跟你报备，谢谢。潘姐啊，淡薄搞造成个春贵州，春末贵州啊，哎，春末搞这样了哈。哟，今日电话卡我通过给这两关哦。好，关键哦，那你好。好，那你好啊。哎，哎，来一双小姐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！十波人安尼个钓啊！喂，英哥，英哥，赞！哦，这组一个钓真好落个，上山谢谢。啊，咱这组是素食的，所以咱食素的朋友，你无多食鱼油，咱爱食咱的应加果油。哎，你好啊！喂，应加果油。来，来，二双波人个咧波波，来光天龙啊！来，你好。来，应加果油。赞的，来四双波人个咧波皮来，谢谢。为自己加个好油，形象。我啊，听到安尼，我是天天欢喜。真正啊！相信咱张伟咧讲的话啦，俺张伟袂乌白讲话啦。二十二年以来，你看我节目看这久啊，你嘛知影。讲笑还讲笑，正经就是正经。信用可靠。哦，我这人咧讲信用的呢。对。我无咧做笔记的呢。对。我无咧欠人半点钱的呢。嗯。所以讲，各做代志就是安尼呢。对。哦，广告做高些呢。所以那较紧卡。来，你好。哎。哦。哎。来，一来一双，谢谢啊。哎，你好啊。喂，哎，你好。哦，你家很好。来三双，三双，谢谢。那应加果油，因为伊是受限，咱食素朋友你无食肉，所以咱的蛋白质也无够。咱来这家够有丰富的蛋白质。咱足济师傅啊吼，伊拢有咧含我做功课，啊，伊有咧看咱的节目，有那拢买几组咧食。
啊，因嘞因嘞寺院内面哦，弄只鬼修的呢。嗯，应家鬼。哦，喺内面大家拢弄在遮呢。啊，你嘛？哎，哟。哦，我等着做。哎，你算了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嗨，我是陈慧玲。来，谢算了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正阳三分钟。空八空空空一年五百九的电话啊！我看到电视，今日卡起来，老师给送你这两罐，后一回就无啊！哎嘞，今麦不主动去给啊，啊咱咱张辈拢无敢去啦。哎，真正是回复关给你啊！啊，后一回回复关给啦。那是说哪嘞？要去正常，我袂好啊啦。嗯，对。啊，所以咱尽量赶紧啊！那你话啊？喂，喂哦。嗨。要考验你。老师心情不好呢。你等下拍通唔讲话。有人接无？那一双就是小朋友，很大看，很久哩。天哪！哦，你无掉，无掉哩，真憨无掉。哎，别人憨嘛，憨着咱电视拍。哎，你好。喂，我是新北市。新北市，来一双，谢谢。恭喜你。哎，你好。喂。先生。来三双，谢谢。我的卡。来，你好。哎。嗨。你要人家果油？哎，人家果油对了。来，四双四双，谢谢。小个摸鱼，你买只龟甲，你要小个甲，你摸鱼应家过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嗨，喂，你好。好。哎，我是左。来，一双，谢谢，应家过油。那每年要开钱，大家嘛有地位，也要选这个小个摸鱼耶。这应家过油哦，你三等叫价哈。哦，三等叫价。你驾车就是驾车，驾锁驾锁，你就你欢喜驾啥，你就驾啥。你生活安怎生活，你就照正常安生活就对了。好。啊，都个那个早暗三点半呢。对。安尼你就知影讲哦，张辉，真正呢，不怪你讲话大声，生活正常，啊，人身体健康，哦，真正，那你好啊，啊，要一桌，那一双保留来保庇，谢谢啊，时间你要到啊，剩一分钟啊，最后一分钟，他都叫我买，给你恭喜啊，买无掉你还紧卡，啊，买无掉的哦，你唔好怨气啊，哎呀，怨气啊，还怨气啊，买无掉无多啊，我就直接一个对接人。电话你咧拍，唔是我咧，我也袂去压压钱去甲啊。今日靠托给这两罐，搁给一罐洗面乳。来，赶紧咯，来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来二双二双，哎你好，喂，嗨，来三双，三双。我们家查甫人替自己加个好油。来你好，你好，我爱吃椒。来四双，不留给你保管，谢谢。差不多一分钟啊。来啦，啊。我特别来分吹啊！啊，后一回个无这两关啊，所以你若要讲，安尼也俗啦，安尼唔好甲老师读。那是因为我咧讲，阮只老婆生咧晚年啊，大家哦免开伤济，爱留我当身躯边食小食恁。我较安尼悠待落啦，半分钟来，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！来个无悠待呀！哦，真正。所以老婆生你较紧头。那你话，喂，电话通啊？喂，喂哦。喂，哦，来一双一双一双，谢谢。你老婆说你讲人家高油，该好听啊。高油啦，高油，伊拢讲高油。这不听啊？高点油。喂，你好。来一双，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喂，喂。三双了，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喂，来四双，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喂。来五双了，一双。大家拢有拢计有智慧的，拢会晓唱咧。嗯，即摆阁继续咧唱咧，老婆仔，你莫唱输人，即摆较紧卡咧，电话较紧卡好通。即拢甜甜咧，嘿啦，所以莫唱输人。我为着欢喜个，甘边甘是男性相信的所在，来咱歌唱哦，哎，点歌点袂关机个。
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，扶持咱母娘中天照明。咱这些老菩萨，大家真阿乐。哦，咧阿阿婆冤家啦，兄弟也未做过一个伯仔囝、母仔囝，你将派到店内家阿家内面啊，吵架吵几啦个无？扶持一个。今嘛呢，一路扶持的呢，厝内面去食定着。嘛，叫做平顺。啊，那恁老菩萨哦，人要去搬水去啦，搞搞哎呦，老菩萨咯，那个、那个某地方看当搞保庇的，我搬水去，我定位去搬去，安怎，这位看当较快活，别讲无问题。哎、欸，真正，哎、欸，搬水去风险介大嘞，风险介大咯，真正嘞。哦啊，有个人要去住下嘛，烦恼啊。哎呦，好奇一个，好奇一个，咱今仔查三位。啊，就是那多钱咯！一月你100块呢啦，哈，老婆生。一工才3块块钱。咱那像讲我那还小人的，磕磕卡卡的。拢红含海的。啊，是咱那个、那个徛起袂平安的啦。尤其是迄查某人哦，注意听啊，查某人哦。咱少年的时阵哦，啊，都较无经验，啊，较唔捌，啊，多有几人叫拍架闹去，你茫当作无代志呢。怎么办？这业障介重呢，这会颠甲半手，这你家己知影啊。袂顺呐。哎，翁。对咱无好，囝不孝，厝边到亲人过早看咱无，即咱爱扶持者消一个业障的啊。有诶，讲啊，消业障爱开几千几万，唔免。啊，不然钱咪开一年，买一个金纸贴一个香签尔，一月只开，互你贴100块钱，贴一个香签，哎，金庙恁拜拜得，咱一束金纸得爱100块啊。对咩？哦啊，咱。他来跟你帮你帮你做功德回向。啊，这看我教老师做。啊，这交代好得啊。哦。啊，差三位啊！今日个差三位啊！来7890888的电话啊！今晚看看老师亲自来这里好不？安尼啦，好奇。咱有介绍新朋友讲，我足想要好奇的，不过我不要汇钱。我嘛不要写字。你唔免写字啦，啊嘛唔免汇钱啦。啊无咧。你到电话拍来，啊你甲小姐讲你的电话地址姓名，啊看老大人无咧谈啊，免坐。后面三个月也要半年，然后呢？哦，还是要那这卡搞个咩一年拢在家己开力，小姐就寄单给你啊。收到单了哦。来去西门村才 OK， 来尔夫得当寄啊。你拢免签名，免登记，免收小费呀。拢做免啊，来你好。咱住伫倒位？板桥。板桥啦，无牛啊，厝边甲你保庇，互你等会收嘛。哦。来一双一双，谢谢。来你好。无量。来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有。哎，我们来保持啊。功德无量，互你等会收嘛，来二双，谢谢。来你好，你好，我点地何必？来三双，谢谢。何必？我保留在保平啊。来你好，喂，嗨，你好，你阿三位啊？哟，我是，哎，啊，你讲一半，哎呦，好吃。好，来四双，讲点不用吃饱的，小姐。来你好，喂，喂哥，哎，阿兴哦，收到啊。哦，好好好。打转落去咯。哦，来五双，阿兴来五双哈，谢谢。你不良哦，你关心健康啊，来你好，喂，还行啊。喂喂，你要听电话，等下来一双啊，接来一双，我来一路电视上大声啦，啊，电话当的声足差。有啦，咱来来可以咯，咱电话转到细声听电话当得啊，哎呀，你较未差掉。如果那是有超过名单，咱用的名单了，用的门啊在诶名单内底，以往同款工资阶段。哎，那是啦，那你好啊，喂喂，嗨，你好，喂，来请讲，来请讲。请讲啊！他的问题，哎，要好奇的。来，功德无量，来二山宝娘给保庇，谢谢，十八年啊。小蛋姐要做功课时阵，老师个从咱进前好奇老婆三秒多先改变一摆哟。是啦，那你的暂时像头拄只好奇的，我妈再去到终点，我就变一遍啦。啊，妈再要做功课，搁变一遍。啊，第三遍较好，咱的经团落数文。甲咱做功德回向消咱的业障，赚无牛筋的哦。阿伯山，安尼一工3块块钱。然后咱长期间拢看医生、食药的啊，啊是讲身体无好的，啊是讲哦有诶囡仔歹药吃的啦，啊是歹驾驶的啦，这免坐，心意交得好啊。好吃一个。天啊，爸母心啦，无牛啊，那该慈悲。嗯。一月你100块得啊，贴点油精的啦。嗯。我其他工贵，我来替你处理好好势啊啦。对。哦，来啦，阿咱呢都。要来做功课啊！你今麦哪有要好些人，咱好小姐接啦啊！来，咱做功课。严主席，
张辉家的恭请对咱保留厝边，主公婆家来给恁保庇哈。在咱这个嘉里区嘉南路590巷7号洪贵琴，六国乡廖庄巷13号廖阿忠，中间病院洪山分院10楼 A 栋17房 A 床，卢顺兴。安南区本源街2段106巷59弄72号陈文轩，中间病院高病房13楼3375层黄胜杰。公馆乡尖山村60尖山78-2号廖雅辉，高雄英壮病院8楼811空诶病床，咱的杜明顺。福永病院东港福永病院7楼751病房张明丽。台东区重庆北路3段335巷44号3楼吴怡轩，台东区重庆北路3段178号4楼足金刚。咱的南投市东山路114巷2号罗玉贵，万里镇古社里16-99-9号李阿宝，内湖区内湖路2段253巷2弄10号2楼郑吉宏、郑宏杰，而且中车在咱保良主笔来跟保庇，我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哈。那么咱才有加一位来跟咱保良中天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100块，功德非常大哈。冰镇燕宜祥3个日，新恒蔡翠云3个日，洪山李洪道5个月，六姑王姓准、王明雄、潘丽琴各3个日，台南的北区詹中金霞、詹良雄、詹金明各3个日，破主丹王娥、郝月秀各6个月，国姓江廖峰6个月，代理杨金星6个月，方圆王丹谦3个日。板桥老秀村3个日，三中区李富美6个月，淡水杨芳、杨雄珠6个月，北投曾林管理12个月，宜兰的五吉乡陈永成、陈雅、陈雅竹、陈张玉柱、陈献庭各3个日，功德无量哈。张伟杰来恭请，在咱保良慈悲。主公婆家来给您保庇，我哋当前我小家小在恩修，前途光明，做灵通地位开通，逢凶化吉，改恶成祥，财源广进，万事大吉，福慧双修，法喜充满。咱今晚来进行着咱的智慧容易。手把青烟插满殿。低头便见水中天，绿巾青青风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言这个单元的时间，大家非常感谢。在我们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，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大好朋友，我们诸位先生大德、诸位菩萨、诸位师兄师姐，时间一到，一定和我们做一个做一个功课。稍等，请各位接到今天这个功德，我们来回向我天顶在杯，土脚在所，水灵在受的一切众生，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我在过的灾民，让大家平平安安，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也请把今日的功德回向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阿公、我们的阿嬷、我们的爸爸、我们的妈妈，回向我们在外面读书做工作的孩子，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过。那么手里若是有念珠，我们才把念珠请起来，没有念珠的人才双手合掌，心肝来别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来延续我们昨天的这个话题，咱讲到着这个母亲慧心啦，这个孙老心、亲慧心、敬送心，乃至伊不能毫无忍让，这拢总是亲慧的一个现行啦。
所以你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处，那清灰那灯啊，那么这些主人伊都袂得升起来。世人哦，咱世间人是安呐，小可那不如意，啊，就起俩功啊，哦，一念清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所以清灰心一起，咱的智慧都无去啊，咱的理性都安尼叫暗藏起来。于是你的转变着你的感情用事，不但伤害你家己，而且佫无有意无意，甲一切众生来结这个冤仇啊！冤仇那是袂当来化解，因缘成熟的时阵，报应着现前啊，冤冤相报，而且果报必定一摆比一摆较残酷啊！所以你讲看像安。新闻咧报，刚才讲哦，入来讲叫，迄店员讲叫伊挂一个口罩，安尼尔就叫我们台死啊！你看看卖，即个即马真个，大家当然无较细致个袂使呢。咱即个文昌帝君，即个阴字文当中讲到着，即帝君十七世为咱的即个士大夫，即当中伊所做的业啊，所受的果报，达得着咱大家来警惕啦。所以人讲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合佛的人哦爱相信，因为咱的因果是通三世，人绝对不是只干到这世人尔。那只干到这世人，咱靠何必去修？要修要带，得免啊。确实得修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啊。而且那是过去无数，啊未来无穷啊。过去已经做了了未少这罪业啊，啊，养成着非常沉重的一个烦恼习气。即阵搁去拄着佛法，咱拢爱感恩啊，爱赶紧来改过自新。即世人非常的短暂啦，纵然你活到一百岁啦，也是呢，俺手一搭咧，啊，就过去啊。所以巧的人哦。应该在这短暂的时间当中，来求出离六道，成就着我们咱无上正定正觉啊！这就是咱呢要追求的目标啦。这也是真正的一个底子啦。所以一定要万缘放下，一心趋向无上菩提，修咱这个学修学佛法，就要想到要安怎来有成就。未当来放下着这个世法，人讲真正你都无多成就啊。所以佛法是正觉，世法是迷境啊。佛门之师那无觉悟，也有那是同款像世法同款啊。在这世法当中，乃当来觉悟，你就是佛法啊。所以因此佛法教着世法之分，在于你觉。甲未无同款安尼呢，所以哦，佛啊，伫咧教导着咱，对着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态度是自在随缘啊，是兴顺众生啊，是随喜功德啊。那菩萨，乡亲的朋友，你看我这部看这久啊，你和我接触这久啊，不管是私底下我面对面。还是打电话给我，咱张伟是不是拢一切拢随拢自在随缘，行顺众生随喜功德，我无敢勉强。我这人未去敢勉强，讲哦，你得要安怎，得要安怎，得要安怎，我未做这个工课啦。哦，咱咧行这条路做这个工课人，咱知影一切拢爱随缘的。啊，那攀缘攀缘都唔对样呢，攀缘都是世法，啊，随缘都是佛法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和咱一切那无自在，这叫做世法。那得到大自在，这就是佛法。所以想要得到自在，做到随缘，这个习恶一定要甲下去，离开着贪嗔痴慢，安尼咱就自在啊啦。咱的内无烦恼，外境呢，无多甲诱惑你。外境来当诱惑你，就是诱惑你的烦恼。让你烦恼去现行，所以烦恼若当，
无私无我，无有贪嗔痴慢，外面的境界搁较济，要讲开无动于衷啊！啊，挡无都挡你的心啊！安尼才会当得到自在啦。虽然一定就是自在嘛，虽然决定就无烦恼嘛，烦恼大多数拢是起于你咱的德性嘛。哦，你若无私无我，无有贪嗔痴慢，德性心就无啊。这时阵你就会当随缘啊哩。哦，有缘广利众生，无缘心中也绝对哦，无中断利益众生的念头。只是做的方法不同款啊，正是咱古早人讲的。有缘则兼天下，成天下；那无缘则独善其身呐。有缘啊，则兼成天下啦；啊，无缘则独善其身呐。独善其身就是讲准备将来有缘的时阵为大众来服务，啊，念念不忘这个心，啊，这个是大菩提心，就是咱的大众生的心呐。所以说有缘啊，因缘啊，无成熟的时阵。唔通家己想方法要找机会啦，只要家己真正来发心来为咱的佛法、为众生、佛菩萨伊会甲咱加持，求佛的佛的力量来甲你加持。哦，这也唔是逐工伫咧咧佛的面头前，各都有效安尼，遐拢属于攀缘的。只要咱努力充实咱家己，念念不舍为众生来服务的这个心愿。这就是要求佛菩萨加持，由此可知，佛菩萨加持绝对不是啊虚积因缘啊。虚积因缘若无成熟，准则可以度掉，有哪无机会呢？哦，时间的关系，今仔讲哦，做到这样子嘛，做回向，怎么念一句？请对我念一句哈。愿以此功德，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。请往讲哈。咱个地放开，这两嘴、三嘴、五嘴，甲吞，未扎着完，只爱记一路吞一嘴，未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。就不能看地哪里，就不看山地里面，阿弥陀佛。种种灾厄。如丁化，斑斑何欢似醉消。佛愿母娘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；第二愿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；第三愿招财进宝。小港五三点卖歌分中月，
大家好，我是黄宣荣医师。在国人团结努力下，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。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提醒民众不分行业，务必落实社交距离，室内保持 1.5 公尺，室外1公尺。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，应佩戴口罩。另外，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，并采取实名制，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。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，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。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，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，室外。